那接下来的话就轮到这个 indirect 函数上场了。OK， 所以哦，刚刚基本上哦，你可能要了解资料正规化哦。啊，其实啊，资料正规化在前置作业非常非常重要。那什么叫资料正规化？白话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上面第一列上面一定要栏位名称，如果没有栏位名称，请你一定要补一个。如果你没有这个栏位名称，将来枢纽分析表会发生错误哦。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将来哦，在用那个枢纽分析表的时候，尽量提供给他的资料哦，就是长得就像资料表一样，你不要给他一些怪怪的资料，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出现哦。再来就是说，像那个什么跨栏置中，这绝对不要用。因为跨栏置中对他来说哦，比如说像这边你说哎这难难难，那可能你说啊这三个都难难，那我是不是可以跨栏置中，反正就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名称，这个就难。可是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你将来枢纽分析表里面出现这个东西的话，那完蛋了，他看不懂。因为呢，在枢纽分析表或资料库里面哦，他没有这种跨栏置中的这种东西。所以将来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的啦哈，你看到应该是这样，还蛮正常的。但问题哈，枢纽分析表看到的哇，他看不懂，他实际上看到应该是类似像这样，他应该会看到像这样子，也就是说第一个有资料，底下都没资料，那怎么办？这个你可能要修正一下，因为这个目前也没什么解，反正你就是自己把书那个跨栏置中啊。或者没有栏位名称啊，这个把它补上了，不然的话目前来说它枢纽分析表还没有那么聪明，它还没有到 AI 的程度，因为或许啦，未来也许枢纽分析表也许下一个版本它也许加了什么 GPT， 它也许可以聪明自己会判断，但目前这个版本枢纽分析表是不允许这样的动作发生，这个可能跟各位说一下啊。好，那另外的话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定义好名称，所以这个名称叫做性别，那当然你底下总共有14个吧我记得，所以一样啦，请各位一样把它定义好名称。那定义名称这个就是年龄，所以记得选取D2到15吧，然后给个名比较快的方法，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年龄Ctrl+C 吧，然后把这个范围选一下，那这边的话呢把它贴上 Enter 就可以了，这样就有一个范围了，然后教育程度也是一样 Ctrl+C， 然后这个范围给它一下，那这边的话 Ctrl+V， 那可能要做14次就比较啰嗦一点点，不过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哇太棒了，以后的话呢所以底下请各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上面是它的名称嘛 Ctrl+C，好，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定义好一个名称。那待会的话啦可能要请各位定义后面的动作都一样，所以这个是它的名称，然后这个是它的范围，所以习惯是这个名称 Ctrl+C 吧，然后这个范围选起来，然后这边把它贴一下，贴上之后 Enter， 好，那后面都一样了，所以这个请各位就自己试试看。那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说你定义好的名称是没有错误的，这个可能还蛮重要，因为可能刚刚好像有同学也发生状况，就是那个仅 value 错误之类的哈。那通常啦，如果你 indirect 最常会遇到就是你给他的资料前后没双引号，他就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名称，因为没有双引号他就不等于是个文字啦，如果在 Excel 的公式理解那当然了，这也是小细节啦。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他没那么聪明啊？他就是他有固定规则嘛，所以你要怎么讲，有点像是你就遵守他的规则。那这个他就会蛮听话的啦。那当然，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规则，他一定就是出一些状况。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定义好名称啦，像我刚刚已经定义好12345个啦。我再定义了，这个一样 ，Ctrl+C 有没有？然后假设多久买一次，这个范围就选这两个，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OK， 好，那比如说我定义好这几个，那可是我想知道说到底我有没有定义成功啊？那怎么知道？记得，公式上方有个公式，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记得这个蛮重要，定义名称
定义完之后呢，你怎么知道说你有定义好、定义成功？很简单的方法，公式名称管理员如果有成功的话，那它就会显示在名称管理员里面啊。比如说呢，我们刚刚有个性别好了啊，你就点性别哈，那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你可以看到点这个性别，它下方就是它参照的位置。那你会发现点下面的时候呢，它这个游标放这边嘛哈，它这边会出现虚线。OK， 那如果你这个虚线位置不对的话了哈，你可以调整了。像我之前好像记得同学比较容易出错是这样，他可能选错了，不要选到这边来。OK， 它变 A1 的。那当然了，将来哈。性别就带回来就性别，它不会是那个清单，那一定出错，那怎么办？很简单嘛，你就是再点它一下哦，错了，改就好了。怎么改？选取 delete 嘛，然后重选，选这个范围，打个勾就可以了，它就重新 OK 了。哦，那这个范围呢，就帮我定义好了。所以你会发现，目前有2、4、5个了哈，那总共有14个吧，我记得。所以后面的话可能就自己再把它分别完成。OK， 那完成之后呢，那我怎么利用 Indirect 自动帮我带出结果出来？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还是需要先把这些全部都定义好了。所以也许请各位先把这边逐一逐一的定，就是把它定义名称。总共理论上应该是有14个名称哦，所以选名称嘛，然后再选底下的范围，把这个名称放上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放完之后，待会如果要把它快速查完就非常简单了。所以待会的话就是把VLOOK 函数再配合定义名称，再配合 indirect 啊，就可以一气呵成，一次呢就把14个名称全部都把它查出来。那要怎么做呢？待会我先把这边先完成好了。所以你们可能也是一样，要先把名称对应到的范围先把它定义好。这个是它名称嘛 ，Ctrl+C， 然后这边它的范围然后这边把它 Ctrl+V 贴上。OK 这个一样名称 ，Ctrl+C， 然后这个名称把它选起来，这个范围选起来，然后 Ctrl+V 贴上。OK，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看一下理论上有 OK， 那全部都 OK 了。那最后当然你如果确认一下了公式名称管理员然后看一下这个名称是不是应该有14个吧你们自己再 check 一下，然后建议是可以再点一下看看这个范围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假设只有其中一个错误你待会呢在做查询的时候查询出来结果那也会。有那个错啊，那个如果假设那个出错没关系的，你就把名称改完之后，它就不出错了哦。那怎么接下来如何把这三者 VLOOK 函数、定义名称加 indirect 把它综合在一起这就是重头戏了。切回到问卷调查，那跟各位讲因为我们要一次就把14个栏位查完，所以我们显然就不能用。插入栏位在右边的方式，那用什么方式可以一次查14个栏位跟各位讲，应该理论上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把这个工作表问卷调查，你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把它复制到它的右边好了。那复制方法很简单，按右键这边有个什么移动或复制然后呢，我把它移到应该是什么移到这边OK 然后清单这边，然后建立副本就 OK 了。他说移动到清单前面了 OK， 然后按确定就 OK 了。好这边就一个了。不过啦，像我的习惯我在复制工作表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应该更快了，就是问卷调查这个工作表拖拉的时候加 Ctrl 键，那你再把左键滑鼠左键放开它就复制一个。Okay， 有没有这边跟这边一模一样。好，那可是我们是希望说前面是编号，后面这个的话呢就是查询的结果所以问卷调查括弧二里面呢放的就是最后的那个中文名称，我们看得懂的前面是编号
后面的话是查的结果，但目前这个编号还存在了，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游标放在 B2， 然后 Ctrl Shift 向右， Ctrl Shift 向下，哦，为什么？因为把它选起来了，哦，啊，这快速键相对还蛮建议各位一定要记得 Ctrl Shift，哦，向下，啊，向右，先向右，再 Ctrl Shift 一同时按住，再按向下，然后再按 Delete。 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问卷调查2，哦，把它的那个资料清空。那清空完之后呢，接下来，哦，我们就可以打个公式向右向下了，其实理论上就一气呵成全部查完了。那怎么样一次查完呢？一样哦，在 B2 哦，记得哦，先这个复制一个嘛，哦，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我们游标放在 B2，哦，然后插入一样那个用查阅与参照里面的 VLOOK 函数，哎，这边好 OK。然后一样四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哎，你要查什么资料 ？Lookup value 哈，那我要查的是跨工作，在前面这个点，所以哦，查什么呢？查在前一个问卷调查的同一个 B2 储存格，所以点问卷调查，它会出现问卷调查惊叹，然后再点一下 B2， 哦，意思就是说我的资料是在前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B2 储存格 ，OK 哈，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哎，那你要查什么？他目前带回来应该是 A1 这个资料 ，OK 哦，在那个储存格里面放的是 A1。那你的查的表格在哪里啊？哦，表格，你像说 F3 好了 ，F3 哦，查性别，那底下这个一样嘛？那你查回来要第几栏？哦，第二栏的资料，所以输入2。OK，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输入0。理论上啦，当然你目前这样按确定，哦，应该就会查完第一个，这个应该，啊，直接向下填满就会。可是问题，哦，我们目前这样已经第一个阶段，可是你还是得要做14次，好像也没比较快啊。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一次性的就全部完成，哦，啊，当然你说，啊，老师那是不是下一个我还在年龄然后教育程度。其实，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哦，待会，哦，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地方 table array。你会发现呢 ，table array 目前，哦，我们直接输入名称的时候，它帮我带范围过来，哎，这个范围，哦，可是这个名称，哦，理论上各位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名称实际上也等于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也就是上面这性别这两个字，哦，如果我，我可以取用它，但是如果我取得它的时候它是两个字性别，可是如果我希望把性别这两个字，哦，转换成为一个范围帮我把它带到哪里呢，带到 table array 的话， table array 这个地方，哦，你不能说，哦，我直接把这个 table array 这边，哦，直接用什么用那个性别这两个字的话，比如说直接指哪里，指那个 B， 这个 B1 这个储存格。如果你指这个储存格，它得到应该是性别这两个字。那当然，性别两个字不会自己帮你转成范围，所以你按确定，那理论上一定会发生这个错误讯息。可是哦，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名称哦转换成那个范围？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函数，就叫做 indirect。所以 indirect， 其实就可以帮我做到了，哦，所以如果 indirect 加进来之后，哦，其实，哦，再来就非常简单了，向右向下其实就一次就完成了，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刚刚我大概主要做几件事，哦，做了第一个，请各位把这边的名称，哦，总共应该有14个吧，哦，自己定义好，这个是它的名称，这个就是它的范围，哦，上面把它填上去了 ，Enter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Ctrl C 选取这，选对，选这边，然后这边 Ctrl V 贴上，通通做完之后呢，检查一下这个定义名称里面，名称管理员里面有没有这些正确的范围，好，第一个哦，第二个的话呢，再把原来的问卷调查，哦，复制一个过来，啊，复制方法了，当然很多了，你们自己在这边有移动或复制。但我习惯是直接拖拉，哦，有没有加 Ctrl 键，然后把左键放开，
这样就有一个了，又一模一样。那我是把 B 二以后的资料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delete 掉，哦，然后在这边填上那个公式。那至于那个公式怎么样可以一气呵成，请各位试试看好了。那待会我们来完成这个地方，它就可以一次向右向下，哦。